秦军从小生活在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，他的父亲嗜酒成性，每天不务正业，因此家里穷困潦倒。13岁那年，秦军辍完学后开始进城打工，他用打工挣的钱供弟弟妹妹读书。很快多年过去了，秦军在城里也挣了一些钱，还开了一家酒吧，酒吧收益还算不错。然而同村的兄弟钱大宝突然找到了他，希望秦军能用酒吧抵押贷款把钱借给他做生意。秦军毫不犹豫答应了，但是钱大宝在生意上却被骗了，贷款的钱打了水漂。而这个时候，秦军的妹妹秦雨来到酒吧告诉哥哥自己考上了大学，此时债主也来到酒吧追债，并对秦雨动手动脚。一气之下，秦军不小心误伤了债主，秦军和秦雨因为害怕跑回了何家村。秦军打算投案自首，秦军的妈妈得知后便以死相逼让秦军逃跑，叮嘱他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他这一走就是5年，结果被秦军误伤的那个人并没有死，秦军的妈妈只得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出来赔给人家。秦军当兵的弟弟则因为赔钱的事一直埋怨妈妈，不久妈妈就因病去世了，而秦军的酒吧辗转被躲债回来的钱大宝接手了。秦军自何家村逃走之后，独自一人来到了城里当一名普通的工人。在经历了一段孤独而又心酸的日子之后，他又卖起了西瓜的生意。因为做人老实本分，而且很有商德，机缘巧合下他得到一个大公司老总的赏识，老总让他进自己的公司上班。秦军也很争气，在公司里做出了辉煌的业绩，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老总不仅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秦军，临死前还提拔他做公司总裁。但是秦军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杀人的罪犯，始终不敢接受这个重担。这个时候的秦军也决定回一趟老家看望自己的家人。在街头，他捐助了一个因孩子药费被偷无助痛哭的母亲，并把手机送给了这个母亲。这一善举恰好被路过的一位女记者看到了，她觉得这个事件很奇怪，所以一直跟踪秦军回到了何家村。为了避免事端，秦军穿着破烂的衣服，装成一副乞丐的模样走进了村里。然而村里人看到他破烂的穿着后都讥讽嘲笑他，连他的亲戚们也都嘲笑他。他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，得知房子早已经卖给了别人，而自己的父亲就住在村外一个破烂的土房子里。随后秦军又去找了自己的弟弟秦兵，弟弟居住在自己的大房子里，却不顾父亲的死活。愤怒的秦军出手打了弟弟，接着秦军又去见了自己的妹妹秦雨。然而秦雨却因为朋友在场，并没有当场和穿着落魄的秦军相认。秦军的内心被伤透了，他同时也去见了当初接手酒吧的钱大宝，同样得到的也是讥讽嘲笑。在得知母亲的死讯后，秦军来到母亲的坟前长跪不起，并在坟前向母亲诉说自己的痛苦与自责。随着女记者慢慢深入的调查，在得知了秦军的真实身份后，便把秦军的奋斗史和帮助患儿母亲的事迹写成了文章。但是他的上司却偷偷把文章报道了出去，这个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。何家村的人们也都猜测报道的人可能是秦军。秦军一直跪在母亲坟前，因体力不支被公司里的人接走送进了医院。当秦军穿着西装以公司老总的身份再次回到何家村的时候，之前的讥讽嘲笑全都不见了，全都换上了一副谄媚的嘴脸。秦军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他离开了何家村，但是却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。或许是在我落魄的时候离开我，那就别在我辉煌的时候接近我。